我们要在家里找到一个稳固有四个脚的椅子，同时一定要有椅背。 如果还没有找到椅子的朋友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找到椅子，很安全的跟着我们一起开始。首先呢，我先说一下，这个椅子呢，我们不要坐满，我们大约坐在二分之一处。然后我们坐好了以后，想象我们的腹部用力，头顶长高，跟站姿的动作是一样的，我们对应到一条垂直线，耳朵。 肩膀跟我们的臀部，好，我们这条线尽量拉出来。好，双手碰到你肚脐的前方，我们一样跟以往一样，我们从呼吸开始练习，鼻子吸进去，有没有看到腹部鼓胀？然后吐气，呼，好，我们慢慢的练习五次，请开始，鼻吸，口吐，腹部要用力哦，鼻吸。 口吐，还有三个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最后一个鼻子吸，嘴巴吐，好 ，OK， 我们手轻轻的扶在这个椅子的下端，微微的扣着就好，不要用力啊。好，我们将我们的右脚往前伸。 伸到这个膝盖可以产生一个伸展的位置就好。试着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右脚用小腿前侧的力量把脚勾起来，吐气踩下去，然后呢，脚跟推一下，看可不可以离地，像压脚背的动作。好，还原再一次，勾脚，踩，绷脚，很好。 在最后一个勾脚，踩绷脚，没有问题喽。踩下来，我们现在试着勾起来，以足跟为轴心，我们脚踝打圆圈，向外打五个圆圈，由外到内，二，一，好，勾起来，由内到外走五。 四，往下踩，要吐气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把脚退回来，左脚延伸出去，好，到一个自然的伸展位置，走，勾脚，踩，脚跟提，绷脚，好，还有两次哦，吸口气，吐气，踩，绷脚。 再一次哦，勾脚，吐气，肚子要一起用力哦，踩，绷脚，好，勾脚起来，往外五个圆圈，拖在地板上画过来，四、三、二，很好，一，好，勾起来，往内走，五、四、三。 二一 ，OK， 好，放松，这样子这样，轻松放松，好。如果您是在家里呢，其实是可以不用穿鞋子的，你就可以更明确知道你的脚踝关节的活动。好，我们现在试着把两个脚呢踩好，两个拳头并起来，试试看膝关节中间的距离，两个拳头放下来，好，手扶好。 一样，轻轻的扣着，长高坐直。好，我们用两个脚勾，两个脚一起垫高。好，走三个，吐气，两个，吐气，一个，吐气。好的，好，现在呢，脚勾起来之后像雨刷一样摇摆，右，左，右。 左，好，试着放手，掌心朝前，跟着摇摆，哎，右，左肚子用力哦，右，左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哇哇，近前肌有一点酸，我们拍一下啊，拍一下，好，拍一下，趁休息的时间呢，老师们把椅子转正。
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，让大家可以正面看到我们啊。好，一样哦，坐的模式从刚才45度角看到我们椅子是坐大概前方1/2，现在也是一项，坐稳坐好，脚要踩好，我们的膝盖会在脚踝脚跟的垂直上方踩满。我们不要随便坐下来把脚往后收，这样子就不好用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脚踩好。好，两只手轻轻的扶在椅子的前面的两个脚，一右一左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侧弯跟螺旋旋转的练习，鼻子吸，吐气，试着身体慢慢的往右侧倾。好，到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再下去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鼻子吸，吐气回来。好，吐的时候呢，我们发出嘶的声音。再一次鼻子吸，所以你用力的时候会有嘶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左边试试看哦，鼻子吸，好，嘶。很好，好，右边4个，左边4个，预备走，鼻子吸，还有3个，2个，1个，耶，换边走，2个。第3个，最后一次，耶，好，双手像拉裙子一样展开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胸跟我们的臀部，感觉像拧毛巾一样，我们的胸腔会找到一点钟，这样子转过去的时候，臀部跟脚都要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鼻子吸，我们试着先转动过来，这个裙子会这样拉过来。好，试着用左手去扶到右膝盖，可以哦。好，在肌肉用力的情况下，我们用力的拉着裙子转到左边，那我们的右手也会碰到膝盖。好，一样4次啊，走，鼻吸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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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，鼻吸吐气，最后一次往返，鼻吸吐气，鼻吸吐气。好，回到中心，找到我们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，有困难一点点。如果您跟不上的话，可以先用看的。好，右手摸到耳朵，右手摸到耳朵。好，左手看到掌心先贴着膝盖的内侧。我们会先把身体转到刚刚我们转动的方向，然后用左肩去找到两腿的中间。好，记得不是弯得越低越厉害，是你感觉你的胸椎跟你的背有一点螺旋的感觉。好，发出嘶的声音回来。第二次手摸到外侧，好，滑下去，吐气，慢慢发出换气嘶。好，换边试试看，左手右手先转过来，手肘找到天花板，滑下去，吸气，发出刺的声音，刺。好，外侧，预备，转身，吸气，慢慢滑，发出刺的声音，刺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哈，再一次，右手，左手转。先由内侧，先由内侧啊！第一个先内侧啊！好，吸气，走，下，发出刺的声音，刺，回来找我。好，扶到外侧，鼻子吸，
走，慢慢下，撕回来找我。好，交换，内侧转身，鼻子吸，慢慢往下滑。啊，不能动就不要再下去哦。上，撕，好，外侧，鼻子吸，转身下，撕，耶，好，放松，放轻松。好，我们要准备站起来哦。我们站起来之后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椅子呢稍微转向侧面，让大家看到我们。好，我们双手扶在椅背的地方。好，看到如果家里的椅背比较矮，你变成要撑着，你可能需要站前面一些些，或者是您可以单手扶也行，因为我们会有一点平衡的训练在里面。好，好，手自然的扶着，让你的人是可以呈耳肩宽膝踝垂直站直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先用我们的左脚支撑，把我们的右脚呢轻轻的离地，看看，我数到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下来，换脚，右脚踩地，保持平衡，左脚轻轻离地，四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，很好，再一次，我们试试看抬高一点点，您也可以单手哦，我做单手陪大家，双手的我们可以看其他的教练，好。吸一口气，我们右脚抬起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踩下来，换脚，左脚抬起来，预备，走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轻松，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一样双手扶着，我们试着用我们右脚往外侧。离开地板，好，脚跟的位置要是最高的，抬多高呢？你想象45度以下，30度就可以了。好，脚跟往内侧踢，往外侧抬，往内侧踢，再一次哦，往外侧抬，往内侧踢。好，放松，踩下来，拍一拍踏步，我们要准备换脚哦。站稳，来，左脚平衡，完了之后换右脚平衡，左脚上，脚跟的位置会是最高。好，往内，内收肌用力，往外，往内，最后一次，往外，有没有跟上？往内。如果您还有力气，可以继续做，我们下集见。